经理，段经理，段经理，看我们公司的方案。就你这报价，不要浪费我时间了。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。你看人捡的什么东西啊？能看吗？简直，你下次要捡还捡这个样子，你就工资别拿。在吗？在吗？他睡着了。他睡着了。那就好，昨晚他太累了。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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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。那就好，昨晚他太累了。小丹就是喜欢看书，今晚我们还去图书馆。你还敢来吗？小丹就是喜欢看书，今晚我们还去图书馆。你还敢来吗？不来不是社会主义好青年。没嘲讽，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。